大家好，我系 Trisha， 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。苏斯克查期待两位悍将复出。咁曼联主帅苏斯克查喺接受采访嘅时候表示啦，佢期待啦喺国际比赛日之后啦，马古斯拉舒福特以及系阿马特迪亚路回归啊。咁拉舒福特咧之前接受咗肩膊手术，佢喺今个赛季咧仲未为球队出场。而迪亚路啦，则喺八月底咧大腿肌肉受伤。咁当被问到两名球员嘅情况时，咁啊苏斯克查就话啦，佢哋依然仲需要几星期嘅时间啦。咁希望佢哋可以喺国际比赛日之后复出。咁佢哋咧都非常之努力啦，亦都非常之乐观。对拉舒福特嚟讲啦，这个确实系一段漫长嘅时光。或者这个都算是他因伤缺阵最长的时间，但是他需要养伤，他看起来呢期待着参加比赛，他知道自己缺席季前赛，但他已经进行了很多不错的功夫了，应该很快就会做好准备。喜欢这条片的话就记得给 like， 还有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再 share 给你的朋友仔看，那我们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